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字课堂，我是雅涵。昨天文潇老师给大家讲了关于北字的发音和意思，你还记得吗？今天让我们来学习怎么写北字吧。先看看这个字，先写左边还是先写右边呢？先左后右。第一笔竖，第二笔横，第三笔提，第四笔撇，第五笔竖弯钩。北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第一笔竖，第二笔横，第三笔提，第四笔撇，第五笔竖弯钩。北。今天的每日一字课堂下课了，明天由明艳老师跟大家讲关于北字的词语。我们明天见，再见。